我们电影叫做模仿游戏，都有看。那因为最近真的太忙碌了，然后我很多时间是在飞机上度过的。但是我觉得我看那个模仿游戏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，因为我深刻到就是我在电影结束跑字幕的那一刻，我真的拿着 Oshimori， 就是飞机商务舱会给你那个 Oshimori， 我一直遮着我的眼睛，然后这样痛苦。我是这样。有觉得什么电影最经典吗？经典电影，我觉得周星驰的电影都很经典啊，像他之前的《食神》啊，或者是《少林足球》啊，或者是《功夫》啊，你只要一看到，你就会，比如说电影还在播好了，你就停下脚步来把它看。那有一部电影我非常非常爱，就是张国荣跟那个就是张国荣跟袁咏仪的那个《金枝玉叶》。他讲嘿嘿，等一下，嘿，等一下，然后呢，明明就算曲折离奇，明明就算。我好爱那部电影，就是袁咏仪真的在里面很可爱，然后还有那首歌，经典的歌，然后还有又是张国荣这样子，然后我也是只要电影院停下来，就电视有在播，我就会停下来把它看完。